初出,出茅庐的少侠遇上了一样才出道的女侠，结果一败涂地，只能让女侠饶命，送了红薯回去休息。徐凤年心底也不指望最近几天能够在殿内龙椅上做那苟且之事。女子出破瓜，就天天盘肠大战，也未免太不怜香惜玉。徐凤年独自回到宫殿屋顶坐着发呆，期间子时仰见悬雷。 之后依次滴血，春梅竹马。当拂晓以后，朝霞缓缓于东方天边绚烂绽放。徐凤年望着九天之上的瑰丽景象，此时恰好聚仙宫悠扬晨钟响起，一声第一声，声声相传，不绝于耳。不知为何，兴许是长乐风一场厮杀抒发尽了戾气，徐凤年胸中转换有一股浩气鼓荡。 气机流转速度远远超过平时，尤其是当他站起身，亲眼看到天地间朝晖由东推移至西，那一缕霞光洒落眼前。徐凤年盘膝而坐，御剑朝露出袖，飞剑剑芒暴涨。这柄十二飞剑中，只算中下质地的飞剑脱手而飞，不受控制，欢快飞旋，如同神怪志异中的妖物。 数百年艰辛修为，一朝悟道得性灵，见胎圆满，有一见东来。徐凤年欣喜若狂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当下无需契机牵引，心念一动，飞剑朝露便一闪而逝。心之所向，剑之所至。动弄许久，徐凤年满脑子就只有一个毫无高手可言的想法。 你娘的，终于可以少养剑一柄了。徐凤年没有急于收剑，安静坐在原地，看着朝露飞行轨迹，眼中一点一点露出惊骇神色，死死抿起嘴唇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好一个邓太阿，飞剑之妙，根本不在飞剑本身，甚至不在养剑，而在所藏剑术。”徐凤年自嘲道：“早说的话。” 以我的性子，肯定就要削尖脑袋去寻捷径了。还是不说的好。徐凤年扬起一个笑脸，五指翻动，飞剑萦绕，好似情窦初开的娇憨女子，让徐凤年越看越想笑。这恐怕就是习武的乐趣所在了。武道一途，苦心人天不负。 如果再碰上一些机缘，就会有各种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会有跳出井底天的豁然开朗的惊喜。徐凤年收起朝露回剑囊，跳下屋顶，走在紫金宫中，返回庆留斋。以他练刀习武前唯一拿得出手的记忆，居高临下认清了宫殿庭院的脉络，不会迷路。兴许是红薯有过发话。 一些早起做事的宫女宦官都毕恭毕敬，虽未跪地行礼，也是低头侧立，绝不敢多看一眼。看到他斜靠院门等候着自己归来，徐凤年有些失神。红薯柔声道：“公子，奴婢已经照着你的口味做好了一份清粥，几碟小菜。”徐凤年点了一下他的额头：“你就不知道一些养生之道，不会偷个懒？” 红薯笑道：“那是小姐千金们的日子，奴婢可羡慕不来，而且也不喜欢。吹个风就要受寒，晒个日头就得中暑，读几句恭维诗就哭哭啼啼，可不是咱们北凉女子的脾气。”徐凤年吃过了早餐。当今世道一般是富人三餐，穷人两餐。至于有资格去养宫女、阉人的。 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贵人家了。如此说来，都能穿上龙袍扮演女皇帝的红薯，实在是比千金小姐还要富贵万分。她一手执掌了敦煌城七八万人的生死大权，结果到了她这里，还是素手吊羹的丫鬟命。徐凤年实在找不出不知足的地方。来到如同置身北凉王府梧桐院的书房。 紫檀大案上摆满了红薯搬来的档案秘籍和他姑姑的亲笔手书。徐凤年瞅见有一幅黄铜轴子的画轴，瞥了一眼站在身畔卷袖研磨的红薯，见他嘴角翘起，打开一看，不出所料，是一名明显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肖像画，戴着一顶璀璨凤冠，母仪天下的架势。 徐凤年在画上和红薯之间来来回回几次，啧啧道：“还真是像，形似七分半，神似六分。”见到红薯视线炙热，徐凤年面无表情摆手道：“休息两天再说。”他撇头一笑，徐凤年一巴掌拍在他臀部上，笑道：“德性，到了梧桐院以外就野的不行。” 等公子，我养精蓄锐一番，下次一定要让你求饶。徐凤年没有去碰那些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秘籍，自家听朝阁还少了。那些根骨天赋不差的武人，是忧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既无名师领路登堂，师傅领进门后又无秘籍帮着入室，的确是举步维艰，英雄气短，难成气候。 但是乱花迷人眼，一样疑惑绵长。这两样东西对于门阀子弟而言也不算少见。一方面是毅力不够，吃不住逆水行舟的苦头；但很大程度上，则是有太多条路子通往高层境界，以至于不知如何下手，或者是误入歧途，样样武艺都学，本本秘籍都看，反而难成宗师。对于近水楼台的徐凤年。 自知贪多嚼不烂，故而一直只拣选避易于刀法的秘籍去咀嚼。如今有了王先知的刀谱，就更加心无旁骛。徐凤年这般拼命，实在是觉得再不玩命习武，对得起一起吊儿郎当、偷鸡摸狗，如今还是跨木剑的那家伙吗？下次见面，一旦被知晓了身份，还不得被温华拿木剑削死？放下画轴。 翻阅红薯姑姑的笔札，千篇一律的笔记字体，显而易见是狸毛为心腹以秋土豪的笔锋。所谓自由心生，其实不太准，毕竟写字好的人数不胜数。但加上用笔何种，尤其是钻牛角尖只用一种的那类人，大体上可以猜个星号星号不离时，这名女子不愧是跟当今北莽女帝争宠争皇后的猛人。 虽是笔画严谨的端庄小楷，极其讲究规矩格调，但就单个字而言，下笔却字字恨不得入木三分。徐凤年有些理解他如何教出了红薯这么一位女子。慢悠悠浏览过去，大多是一些上一辈北莽江湖的枭雄魔头成名事迹，仅是读书，许多精彩处就足以拍案叫绝。 红薯善解人意，拎了一壶北凉运来的绿蚁酒。徐凤年终于看到吴家剑、种酒剑那一战。红薯姑姑也是道听途说，不过比起寻常人的天花乱坠，这位敦煌城二王的文字就要可信太多。他本身就是武道顶尖高手，笔下寥寥数百字，让后来者的徐凤年触目惊心。 徐凤年反复看了几遍后，意犹未尽，唏嘘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吴家剑种两百年前那两代人，号称剑种最为精彩绝艳、英才辈出的时分，九位剑道宗师，一位高居天象境，两位达到指玄高度，一名金刚境，加上剩余五名小宗师，可想而知，只要再给吴家一代人时间，哪怕算上老死一两人。” 一样有可能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门武一品。徐凤年对于吴家九剑赴北莽，只是听一名守阁奴说，当时北莽有自称陆地剑仙的剑士横空出世，扬言中原无剑。不过，对于这个说法，徐凤年并不当真。吴家虽然一直眼高于顶，始终小觑天下剑士，但在意气用事，也不至于倾巢而出去北莽。 曾经在游历途中询问过李淳刚，羊皮裘老头只是神神叨叨说了一句“西建东引”，就不再解释。凭借红薯姑姑所写内容，徐凤年了解到一个大概：九剑对万骑不是各自为战，而是交由最强一人那位天象镜剑官做阵眼，八人轮流做剑主剑士，终成一座惊世骇俗的御剑大阵。 可以想象那密密麻麻万骑死死包围九人的场景画面，荒凉而血腥。一波一波铁骑冲锋，加上千百次的飞剑取头颅，是何等剑气纵横的可歌可泣！徐凤年惊叹复惊叹，向后靠在椅背上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剑阵需要顶尖剑士才能造就，没可能用在沙场战阵。” 能不能像骑牛的那套拳法简而化之？好像也挺难。江湖高手本就不耐烦条条框框，给权贵府邸当看门狗，本就只是冲着安稳的武道攀登而去，傻子才乐意去厮杀搏命。不过要是能拿到手那座剑阵的粗胚子也好啊，去哪儿找？吴家剑冢，好像不现实。北莽王庭会不会有秘密文案？ 就算有，也更不现实。这不是拿黄金白银就换得来的。红薯轻笑道：“公子真想要，可以动用潜伏在王庭的死士去做。”徐凤年摇头道：“那也太不把人命当人命了，不值当。”红薯哦了一声。徐凤年头也不抬，继续翻阅，说道：“你也别动歪脑筋，不许你凑这个热闹，听到了没？” 红薯轻轻鼻音嗯了一声，徐凤年抬头气笑道：“别跟我打马虎眼。”红薯眉眼风情无限，皱了皱小巧精致的鼻子，十分稀罕的孩子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徐凤年的印象中，他除了恪守本分做丫鬟，再就是像个无微不至的姐姐，挑不出瑕疵，让人如沐春风。 院子里几个二等丫鬟和世子殿下相处久了，知道他的好脾气，就都会有些小无赖、小调皮。唯独从没有生过气、黑过脸的红薯和性子清冷的青鸟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从无丝毫逾越。徐凤年重新低头看着，看着，冷不丁烫手一般缩回了手。好奇的红薯定睛一看，拓跋菩萨四字映入眼帘。 会心一笑，来到北莽，如何绕得过这位武神这尊菩萨？何况公子还跟拓跋春笋有过生死相向。满满三页都是在讲述这名北莽军神。按照字迹格式排列来看，是数次累加而成。几乎拓跋菩萨每一次越境，那位女子敦煌城主就书写一次感悟心得。徐凤年颠来倒去，反复阅读。 不厌其烦，红薯看了眼桌上的龙土珠式刻漏。到了午饭时分，他悄悄离开屋子，然后很快端了食盒进来。徐凤年胡乱扒饭，继续读那三页弥足珍贵的文字。红薯搬了条椅子坐在身边，见他嘴角有饭粒，就伸手剪下放入自己嘴中。徐凤年也不以为意，跟红薯相处多年。 可以说自己第一次少年遗精都是他收拾的残局，始终什么事情都暖心的很，连昨夜的两次梅开二度都水到渠成了，还有啥好矫情的？红薯拿走了食盒，坐下后轻声道：“奴婢要是今天死了，公子会不会记住红薯一辈子？”徐凤年平静道：“红薯，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敢忘记你。” 忘得一干二净。我说到做到。红薯红了眼睛，却是开怀笑着说道：“公子真无情。”未完待续。